귀여운이 보라지처럼 새고고 我这个儿子的话，他已经去世了，那就是家里的事情，全部说坏的给我这个老人了。我们家那个时候在广州，韩国的广州，那年学会了一点点的中文，从那个时候开始对中国就迷了。以前从来想都没有想过会和他结婚，会去找个老外。在马队现在有400多匹马，导游的话有110多个，所以马队经营的收入在200多万到300万左右。是不是狗血反应？是不是狗血反应？ It's yours. Yes. 都是几十万，他们赚一年的钱的话，马夫要挣20年。老五和马凡就是回族，虽然我还没跟随伊斯兰教，还是就要受的那种。 发财的人嘛，就是这么几家嘛，没有发财是很多嘛，都还是穷。现在头把外资公干勾结起来，晓得吧？他们是勾结起人，活人差不进去。有富有的，还是没有挣到多少钱的，这样几率越来越差了嘛。这是可能是中国整个地方的一个问题了。我们心啊是不中嘛，我们是家十块钱都不好，就是钱吃足了，还钱就吃的是。 你就是再有吃，你吃满了，你要得想再改。那炸药已经是放在那儿了，只是没有那个没有链子检查，只要检查的话，一爆发就我在想，那收拾就很难了。